什么？又来了个贤者僧？难道我们囤了猴子窝了？捆仙绳捆住了孙行者，宝葫芦里装着这行僧，怎么现在又来了个行者僧啊？他到底有几个兄弟啊？哎呀，我管他有几个兄弟干嘛呀？我这宝葫芦里能装一千个人，里面有的是地方呢。大哥，你别着急，让我出去瞧一瞧。哎，你是谁呀？从哪里来的呀？你不认识我的，我在树上喝果色水帘洞。我是孙行者和雪行僧的兄弟，我叫雪行僧。哦，行者僧，我叫你的名字，你敢答应吗？你叫我，我当然敢答应了。那如果我叫你的名字，你敢答应吗？啊，我叫你的名字是因为我有宝葫芦，那你有什么呢？哈哈哈，我也有个宝葫芦。啊，这两个宝葫芦怎么一模一样的呀？你的宝葫芦是从哪里来的呀？你的宝葫芦是从哪里来呀？我的葫芦是盘古开天辟地之后，太上老君在昆仑山上种的葫芦。我的宝葫芦也是那里的，不过我的宝葫芦是雄的，你的宝葫芦是雌的。我才不信你那一套呢，只要装得了人就是好葫芦。行者孙，哎哎，这葫芦怎么不灵了？难道我的葫芦真的是雌的？这行孙，这行孙，这行孙，哎哎哎，没天理呀、啊！这把葫芦怎么会怕老公啊？你把葫芦收起来，剩下给我下你了。你叫大王。哎哎，哎呀妈呀，我被抓进去了。入。哈哈，要换上葫芦里了。哇，有水声啊！但是每个星期半夜，我学不到盖葫芦。我谢谢你，嘿嘿嘿。